你呢？还要的话，我去给人交，我不转给你，吓着我去交。
啊，转给你完了，进你兜里，你去交完，你当好人啊，完了就我里外里赚我乱花钱。你去交去吧，记我兜里。啊？天道完了，你这闲，我就说你就是在家闲的难受呢。你查账，搁那躺像个人儿似个眼蛤蟆，搁那个地方还在那算怎么样？自己能算明白吗？算不明白吧？小样儿，你还跟我来还查账，不是，这钱也没干啥，怎么花也那么没多？干啥。现在东西多贵呀，啊，孩子费用多大，还跟我俩算，这算不算了？小样儿，收拾不了你，跟我嘚嘚瑟瑟，睡觉，睡觉，累，哼哼，傻瓜子。